松山乡长谢灿辉与代表会主席黄强成带领着乡内的幼儿园小朋友，顶着斗笠，手拿竹篓，走进有机茶园，在这里采茶去。要去哪里呀？要去采茶。采茶。这里。为了行销东山特有的素心红茶，十多年前东山乡公所透过红茶制茶技术竞赛，向喜爱喝茶的民众推广东山乡产的红茶，现在更扩大成为全国红茶制茶高手展现手艺的平台。啊，已经这几年来对着咱的红茶经济啊，啊，甲咱的红茶、素心红茶的推行啊，已经伫全国有真大的一个知名度伫哩吼，嘛占有一席之地。啊，因为在地龙所讲的吼，比纯啊茶甲冬啊茶佫未较好啦吼。所以讲，这就是咱的行销的这个啊素心红茶。啊，希望讲伫7月7、7、7、8两天啊，欢迎大家来咱的这个。啊，东山乡公所的后壁广场哦，啊，即届茶艺有偌济，欢迎大家吼、哦。啊，已经啊，宣传办3年的这个红茶全国竞技的这个比赛吼、哦，啊，拢得到真好的这个风评啊。啊，这当予阮啊东山的这个茶农呢，啊，更加有一层的这个收入吼、哦。啊，这是咱地方政府啊，甲各级的这个啊农业的这个。这个前辈吼、哦，啊，不断的这个辅导啊，所以伫遮爱特别感谢吼、哦。啊，红茶就是伫这几年的用心之下，茶农嘛发展出真好一个茶叶吼。我望讲透过这届比赛，啊，收集到全国这精英来遮将因的技术啊发挥到上好一个境界，嘛希望啊，因为这个比赛，予咱。东山乡所有的茶农嘛，过一届来提升因的技术，啊，让所有这个啊素心红茶在这个市场上会拍出更加好的成绩吼。从地方已经变成咱全省的一个活动内容吼，啊，这部分透过这次竞技，除了讲咱互相咱做茶技术的当现场来做一个比较以外吼，相信对整个我们红茶的产业吼。尤其是咱东山这边，在宜兰县算素心茶为主嘛，啊，红茶部分嘛，算讲咱东山这边是算上主要的产区，所以希望讲这两天的活动，大家会当来咱东山这边来体验咱这边的红茶风味。啊，咱嘛知讲咱宜兰人做茶，伊真拍拼，伊就从半发芽的茶的技术，甲红茶甲土做伙，所以人讲说，啊，你宜兰的红茶甲别个有啥无同？咱宜兰上大无共就是讲有半发酵茶的技术在里面，所以咱除了蜜香以外，咱加一个花香，所以大家会当甲试看，咱茶水是甜的，伊有花香，佮有蜜香，这是咱宜兰茶上大的特色。啊，咱嘛希望讲借着即摆迄个红茶的比赛吼，甲外围做一个交流吼，啊，互相交流，将咱宜兰甚至咱规全宜兰全台湾的迄个茶叶、迄个红茶技术会当提升。采好的茶，大伙进行制茶体验的第一步就是翻转茶青，去除青涩的味道。看似简单的过程，在制茶竞赛的赛程中，可是要在2天1夜之内的时间完成。来，请坐啊啦！伊讲的意思是安尼啦。别先要管，别先要管。啊，煎茶味啦，煎茶味。做，示范啦，都去干。镜头来啊！切，好像能切。摩擦震荡，东山乡的素心红茶产地多半在中山村，这个有机村落产茶的文化，在今年茶农返乡后有了不一样的风景。来，一起喝，安尼就可以啊！啊，给香港爷爷看看有没有很厉害、啊！拍拍手！1、2、3。看有没有很厉害呀、啊？哦，拍手！这个是什么？秀出来！那是什么？哎，枕头嘞！对呀、啊，还有、這個、是枕头嘞，下面的枕头来做这种，当 DJ 啦，装这个，装这个，对。冲茶的，这是我们在地的红茶汁，对，然后拿来做成枕头这样子，把它装进去就可以了，睡觉可以，祝福大家高枕无忧。
原本会造成茶渍和茶渣的废材，加工成可以 DIY 的拓印小枕头文创商品。这是新源茶园的创意，大家玩得爱不释手。来好香哦！金桃的呢，来做来。白做金桃的啦。再多一点，有有有。那我们以后会帮我们的小朋友们一起到这个茶园采茶。赞。赞了。好，对啊。茶艺文化节，干杯！还有大人小孩都可以一起干杯的冷茶系列饮品，无糖健康的口感，是今年东山乡公所新增红茶调茶比赛的创意，希望带动茶饮文化推陈出新。7月7日晚上有夏夜市集，7月8号则是有茶艺 DIY 体验活动。东山乡茶艺文化节，扩大民众对茶的无限想象。